常这次会再去许愿吗？可能在世界上不要许太多愿。明年三月，您好像要去大甲绕妈祖绕境，那因为之前四年前选前也曾经去过一次，那为什么选择在明年这个时间再去体验？许愿过，拜拜的时候许愿过。许什么愿呢？要当选一定会再跟你走一次。会走完全程吗？会。那市长这次会再去许愿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在世界上不要许太多愿。